是比如讲，我知道这个痛疼痛，知道这个痒，那知道这个当下这个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决心的起用？嗯，知道其实在这个痛，现在我们讲的知道这个痛，知道那个痒，事实上潜在意识里面是把痛痒跟知道是分开的，是吧？其实将来你心手是就是师父讲的，痒就是知，痛就是知，所以说将来只是心手啊，还不是开悟啊。心手的时候，在任何念头上就是觉，觉上面就是念头，因为痛不是有一个知在知道痛，痛起处就是知。因为刚过去心不熟时，你突然会发现有个痛觉，好像还有个能知，所以能所都是方便，其实都是一体。所以你说那个知是不是那个决心？其实将来你会发现，痛也是决心啊。所以在楞严经中，那讲到那个尊者目赤川主突然觉得痛，对吧？楞严经有读过吧？不是有一个尊者，这个大家都有读过楞严经吧？有个尊者目赤川主突然觉痛，但他发现能觉痛的这个觉不是痛，对吧？可他证阿罗汉而已哦，不是成佛，因为他还有二，能觉痛的那个觉不是痛，但他忘记了那个痛也是觉。痛本来就是觉，不然你怎么知道痛？你以为真的有个知才知道痛吗？那你就错了。你要知道万法唯心，那觉痛的故事也是觉吗？所以你连说有个知才觉得痛，你都要知道万法唯心时，你就知道那个过程就是如此。心不熟时，从感受之中，过去的感受是连在一起的，将来再慢慢参时，好像分成二。那事实上你就告诉自己，我连弟子连觉得是二都是一，所以将来就不会住在二中。假如你不知道这念心的话，将来就有可能，就算你看到清净了，你有可能就是小圣了，就是住在那里，你再也不能回头。痛不是也是觉吗？根本你觉得那个痛都是多余，就是由他你还觉得有个觉觉的痛，事实上就是痛觉起身有个觉觉的痛，其实但根本就在一体上，你以为是二不在一体上，错了，所以那叫二圣。痛也是觉啊，像现在讲你看知道吗？痛也是觉，不然你怎么知道痛？那你会知道觉痛的不是痛，觉痛不是痛，那你怎么觉得痛？你不知道痛觉也是觉，只是方便跟你说觉痛的不是痛，所以打破了过去的执着。那最后说，哎，原来我有个觉痛的，从来不是痛。我再跟你讲，那痛觉也是觉，让你再回来，叫道家慈航。师父，那可是样样都是不二，那是归心，那是不二相了吗？那是不二，是以明白皆二哦。样样不二是心中的担当不二，担当那个不二是一定是明白一切二，再长再短再黑再白清清楚楚，你也不必去破二，你也不必想要去改变二，因为你已经知道那个根本不二，没有这个不二哪来那么多的知道的二，对不对？没有决心的不二哪来那么多感觉的二，对吧？感觉的二它没有决心的不二，它不会有感觉的，所以将来你会站在一切二中，你明白是心中的不二，就类似于你看到镜色千变万化青黄赤白，可你体会得出来，其实那就是一个镜子，那是不二。所以你看到二知道是不二哦，你在不二中是能够看到二呢，这叫大圆满觉，这叫一法而不实。所以只有外道才不二，有个二有个不二，那就是分开，那叫外道，那大圆满觉。所以他只是把佛经尤其是大乘佛法把心经的道理给你讲明白了，将来你在碰到的时候都不会有怀疑了。觉得痛的不是痛，但你觉得不能够忘记那个痛觉也是觉，那将来你在参那个不痛时，你还有那一念念念担当那个痛觉，那念念担当那个痛觉就叫什么？就叫道家慈航，就叫担当众生。为什么我能够讲的吧？因为天天行脚在参他那个，我会当然每个感觉你会觉得那个觉得痛不是痛，但我会马上提醒一个，那有什么不敢去面对那个痛，其实也是觉，每天就在那边磨，对吧？像有点体会吗？有啊，将来要是在那个感受上面，为什么它只是宁静，愿心不计诸故，愿心不计诸，多发愿，愿先发，每天发。每天早上发愿，晚上回向，就是等于自己反省一下，然后做回向。功德，但有功德表示你就要发现你有功德啊。什么功德？我还在像过去凡夫一样抓着有为的行为，以为叫修，那都是没有功德。
唯有念念在每个行为之中都知道决心根本不住一切相，弟子怎么还住在相中说修与不修？你光那一念心无上功德，你能够持那一念心一日一夜就叫修无上犯恨，那是真犯恨，好吧？但是你要洗一日一夜，你要经过多少个日夜才会叫来保持一日一夜？